偶然发现，觉得琪琪十分适合你。感谢先生为我的生日宴辛苦操劳，还望笑纳。加上。世珍啊，你在呢？二姨太。哎呀，叫什么二姨太呀，显得多生分。您出院了啊？你哥哥在医院里对我颇为照顾，你是他的妹妹，也就是我的妹妹，从此以后啊，我们就姐妹相称，你就叫我孙姐姐啊。姐妹，明天就是大少爷的生日宴了，你礼服准备的怎么样？礼服，我就知道，来，给你的，好看吗？哦，你快拿着吧，这个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的。哎呀，有什么可贵重的？我拿你当妹妹看了，一条裙子跟我推来推去的，快拿着。礼服有了，配饰也不能少。走，跟我去挑挑。老爷送了好多珠宝，很多都是新的，你看中了什么你就拿什么，千万不要跟我客气。走。真的不用了，已经很感激了。那这条裙子我借穿一下，等宴会过后我洗干净了还给您，首饰就不必了。你看你客气的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谢谢。发现，觉得琪琪十分适合你。感谢先生为我的生日宴辛苦操劳，还望笑纳。加上。